好，我是苏苏，欢迎收看 Max Owner 大设计。自动售货机用起来很方便，但如果你有选择犹豫症，看这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是不是很纠结呢？日本就有一款智能自动售货机，会根据顾客的年龄、性别、季节、天气等因素，自动推荐合适的饮品给顾客。日本 JR 东部水务公司推出的这款名为 Acura 的数码自动售货机，是由工业设计师 Fermio Shibata 所设计的，外表和其他自动售货机相差不大，通过47寸触摸屏选择商品，而它最大特点就是能为顾客推荐合适的饮品。它的顶部安装有摄像头，能通过内部处理器智能识别顾客的年龄性别，并根据天气等因素推荐饮料。此外呢，它还有一个配套的 APP， 如果你在手机上提供更详细的信息，例如体重、身体疾病的状况，它将会综合这些信息进行更贴心的推荐。线上付款或者在线支付什么的当然是不在话下了。在没有顾客时， Acura 也不会闲着，它会自动播放广告、天气信息以及其他资讯，有时还会模拟出一双可爱的大眼睛到处乱看卖萌。而且它即将在日本各地的 JR 车站大批量放置了，到时候选择困难的人就轻松多了。视频元素来自 Acura， 由 Max Owner 创意公园翻译建议制作，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欢迎关注 Max Owner 创意公园。